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54面，454面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若于世时，七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如软，无所畏著，是以化去，实之复现。这一段经文呢，是讲饮食自在。啊，我们看注解。经文上第一句话，我们应当注意：若于世时，这个若是假设的、假定的啊。假使你想吃，这个境界就现前；如果你不想吃呢，那就没有。啊，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大多数的人都不再想吃饭了。吃饭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啊！你看，在我们世界，真正修行人啊，一天吃一餐。佛陀当年在世，僧团里面饮食啊，就是中午一餐，叫过午不食。啊，早晨有早晨的功课，功课完了之后就是去托钵，托钵也是一堂功课，啊，吃饭也是功课。所以说是五堂功课啊，那么一餐饭就非常简单了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阿罗汉一个星期出来托钵一次，换一句话是，一个星期吃一顿饭，辟支佛的定功更深了。半个月出来突破一次，啊，也就是两个星期吃一次。我们知道，色界天人饮食就断了，没有了，睡眠也不需要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随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球上人的习性，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啊，简单的饮食，健康长寿啊。啊，保养身体
不一定要吃很多。可是这个里面呢，还是有学问。人身体确实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啊，这个机器你要会用，会保养，它的寿命就很长。早年李老师告诉我，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中医。他告诉我，他一生给人看病用药，没有一次错误。他敢说这个话，他很谨慎，很小心。他做过司法官，他说司法官判案子，也许会冤枉人。在这他一生当，他不敢保证说，一个人没有冤枉过，他不敢讲。但是中医用药，他敢说。他告诉我，中国这个医学的目标不是以治病为主，是以什么为主旨呢？是以长生。照中医的理论，人的寿命就是这个机器，好好的保养，至少可以用200年。200年是你的天年，正常的寿命。这是中医的目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预防疾病。怎样能叫一个人呢？不生病，这是中医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才治病，所以治病是第三个目标。治病又有三等。第一等的不必说话，看这个人的气色、音声，听他说话的音声，看他的动作，看他的气色，就知道他什么地方有病。这很高明的医生哇。看看就行了。那第二等呢，忘了还没有把握，他得要问一问。问问你身体什么状况啊，我也要询问一下。这第二等。第三等呢，把脉。问了他还没有把握，一定要把脉。所以到把脉的时候，我们听老师说了这些话了，称把脉的这个大夫叫三等三的大夫。你看治病是第三等，中医治病第三等。晓得中医第一等长寿啊。这个是西医望尘莫及的。但是中医逐渐逐渐失传了，非常可惜。中医是中国
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但是中医不容易学，现在一般人想学中医非常困难。啊，这是诸位同学不能不知道的。事出世间一切法，要学得精。啊，要学得圆满，一定是沉静心。现在人没有沉静。啊，困难在这个地方。纵然遇到非常高明的老师，你都学不到他的东西。印祖说的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一分恭敬，啊，他讲沉静，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两分沉静得两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百分沉静你就得百分利益，万分沉静你就得万分利益。没有沉静，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那么今天在这个社会，到哪里去找沉静的人？找不到了。每个人都很想我有沉静，怎么叫沉？怎么叫静？他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学沉静的时间错过了。啊，沉静要什么时候学啊？出生的时候就要开始学啊，父母要教你啊，啊，所以《弟子规》，诸位一定要知道，不是教小朋友的，啊，不教他，不是教他念的，《弟子规》是小朋友出生了。婴孩出生了，眼睛睁开了，啊，他会看，他会听，父母大人要把《弟子规》做出来，做成这个样子，让他天天看。啊，他看了三年，学会了，根深蒂固啊！啊，所以婴孩，他的扎根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啊，现在没人懂，大家都没学过。啊，我这个年龄还算是非常幸运，生长在农村，如果生长在都市就完了，就学不到了。生长在农村呢，我这个年龄还学了。啊，30岁以后学已经慢了。啊，到少年时候再学的时候来不及了，怎么学也学不会呀。中国古人确实是太好了，啊，教小孩，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这中国的古礼。
啊，孕妇的骨里，怀孕的这个母亲一定要懂得，啊，她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会影响胎儿。啊，所以古时候典籍记载着，周朝啊，周文王的母亲怀孕的时候，这10个月，啊，言不堪，非礼之色；耳不闻非礼之声；口不出恶言。啊，也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口业。啊，妄语两舌，其余恶口，这决定不可以，影响胎儿。行住坐卧都有危矣，这小孩心正啊，出生身体端庄啊，出生之后父母要把弟子规做出来给他看啊，父母啊，对他自己父母的尽孝，让小孩看了。小孩看在心里，永远不会忘记。啊，中国古谚语有所谓：3岁看80，7岁看终身。啊，扎根的教育，3年扎得好，80岁都不会变了。他能手持得住啊！啊，这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桩大事啊！啊，我家里有没有后代？有没有杰出的人才？出来，人才是要教好的，啊，祖宗有德，啊，做父母的会教，后代哪有不出人才的道理？啊，文王的母亲3个儿子，文王是老三，3个都是圣人了。啊，文王的妃子太姒也会教啊。啊，你看儿子，武王周公。啊，尤其是周公，孔子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啊，最佩服的人。夫子一生学周公，也学得很像啊。啊，以周公为榜样。为模范，啊，向他学习，啊，所以孔子也成为圣人了，啊，周公是在位，啊，
有政治地位。孔子没有，孔子一生平民。但是他的德行、学问，跟有为的周公没有差别。国家社会，世世代代有圣贤出世，就会有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没有圣贤君子，这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动乱。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个民族，有智慧，懂得教育，重视教育，热爱教育。把这个理念写在经书里面，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领导人民，什么最重要啊？教育。只要把这个人教好了，社会上任何方面都好，没有不好的。人是根本呐，制度是其次。这个话写在《礼记》里面。一直到清朝末年，国家还是遵守。不敢讲废除啊。满清的晚年，慈禧太后执政，对于古圣先贤教诲不尊重。这一不尊重，就上行下效。皇上不尊重，底下大臣文武百官就随便了。演变到现在200年，几乎消灭了，在中国没有了，在日本也没有了。日本在30、40年前，我们去访问，还有人谈起这个问题。现在没人谈了。我们知道社会乱了，人心变了，变坏了。那佛法里面讲，境随心转，人心不善，我们居住的地球就成问题了，就灾变异常啊，这么多的灾难我们要知道啊，拯救社会
要拯救地球，没有别的。啊，连美国布莱登先生都知道。啊，去年他在悉尼开会，他们谈到2012。啊，这个玛雅的灾难预言。啊，他说话了。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不但灾难不会发生，这个地球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所说的，实际上跟我们传统老祖宗的教训，跟佛菩萨的教诲没有两样。啊，你看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佛教我们的。啊，如果这地球上的居民啊，出现一部分圣贤君子，这个世界的社会能恢复，地球的灾病也都能化解。啊，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生活状况，经文上所讲的全是刚刚往生的凡圣同居土的这些菩萨。啊，为什么呢？他们这个饮食习惯的习气还没断掉，才有这个情形啊。啊，经上这若愚摄食，这句话意味很深呐、啊。他不想吃就没有了，哪有这个事情？啊，还想到要吃饭，刚刚去往生，啊，这个饮食习气没断，啊，他会想起来，想起来这个事情，他就现起。啊，你看餐具。七宝波气，啊，波气，我们看注解，简称波，梵语为波多罗，啊，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啊，称作波。啊，翻译为印气，这也是僧流。啊，要说得清楚一点，应该是印量气。那出家人盛饭食之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碗，饭碗。啊，为什么叫印量呢？每一个人食量不相等，有人吃得多，他的钵可以大一点，有人饭量小一点，他的钵可以缩小一点。啊，所以钵的大小啊，是自己的饭量，所以叫印量气。啊，那么钵的质量有两种，一种叫瓦钵，陶器的；一种叫铁钵。啊，就这两种。啊，铁钵呢，就是金属制造的。
那么像现在这个寺庙里头有用不锈钢的，有用铝的，比较上轻，用这个来做钵，但是现在用钵吃饭的人少了，只有在传戒的时候，看到过堂，还使用这个，做一个象征，一般呢，几乎都不用，都用了我们现在一般的餐具，这个簸箕可以用餐具来翻，来这个翻译这个意思。自然在前，我们有这个念头，这些餐具就自然在面前。汉译曰：“满中百味滋滋啊！”满是指钵里头，钵里面饭菜啊，通通都有了，都满了，是自然现前。若随意则至，业无无所从来，它是变化的，你心里想，它就在你面前，就摆在你桌子上。无所从来，你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自然现前。说业无有供作者，没有供养的，也没有制作的，自然化身。是之簸箕饮食等等，皆弥陀本愿所感。也就是阿弥陀佛本愿所成就的，不需要造作，自然出现。百味饮食，百味指百种好味。又大论也，有人也。能以百种根供养，是名百味。秉种数五百，其味呢有百种，是名百味。那么在中国古代，帝王吃饭呢，帝王吃饭没有人陪他，他一个人吃，多少道菜呢？就是100道，每一餐饭都是100道，饭碗不大，小碟子，小碟子，叫宫廷里面的。就有真有这个百味饮食，那么佛门里面的饭肯定具足百味。为什么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托钵古人所说的“一钵千家饭”了，那个味就具足了，便是圆满了，代表圆满了。托钵并不是我们托了马上就吃掉，不是的。
啊，我们现在看看南传的小乘。啊，你在泰国、缅甸看他们出家人，每一天只是徒步，那步很大。啊，上面有个盖，它是贴布。我以前在台湾有个同学从泰国带一个来送我。啊，那一钵饭足够四五个人吃，那钵很大，像小小锅一样。啊，拖回来之后，把饭通通汇合在一起，然后再分而食之，真的是一钵千家饭呐！啊，佛陀的弟子1255人，每个人拖钵回来，通通汇集在一起。啊，真是一钵千家饭啊，吃剩下来的供养妙寿啊，决定不准留着到明天，留着到明天，怕饭食坏了，也吃了要生病。啊，每一天拖的，当天吃完之后就供养野兽。啊。供养鸟兽又有人言各种药草药果做欢喜丸人饮食故百味啊，也有这种说法啊，这个百了并不是矮版的指定一本，也可以超过，也可以不到，啊，它是个形容词，形容其多，啊，药草，啊，药果，啊，这个做饮食呢，也称之为百味。按菩萨之果报舍，与神通变化时，有无量味也。彼土甘露味时，言可思议。啊，这是讲菩萨。啊，菩萨有果报时，有神通变化时。啊，果报是怎么回事？菩萨应身在人间，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梵王经》里头告诉我们，他这一次示现成佛是第8000次。啊，示现在人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不是自己的意思。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啊，你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是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慧能大师所证得的。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啊！世尊证悟之后，把他的境界说出来，用了27日，14天。在定中讲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如来在定中讲的啊，是他所证得的境界。慧能大师在五祖藏室里面去开悟，悟了之后只讲了5句话，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信见性啊，没想到性自性啊，本自清净，从来没染污。纵然你堕到三恶道，堕到地狱都不染污。啊，本不生灭，真的是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无足一听，行了，衣钵就传给他了。他成为第六代祖啊，那我们就知道了。释迦牟尼佛讲了那么大的一部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说的什么？给诸位说，就是这五句：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五句展开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一浓缩，就这五句，同样境界。诸佛菩萨跟阿罗汉，在中国最近的2000年当中，应化在这个世间上很多啊！啊，《大藏经》里头有一部《神僧传》，啊，那是示现为出家人，啊，佛菩萨再来的。那么他示现这个身，他要吃饭，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有的一天吃一餐，有的吃两餐，有的三餐都吃。那叫菩萨之果报时。啊，另外一种呢，神通变化时。啊，偶尔也给我们实现。啊，像这个金山活佛、妙善法师，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啊，他是在抗战时候，在缅甸圆寂的。啊，台湾乐观法师认识他，啊，还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啊，对他老人家很熟悉，啊，他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跟活佛在一起。接受在家信徒的供养，啊，中午吃饭，啊，很多人端着饭菜面来供养他，啊，他非常欢喜，啊，当你面就把它吃完，这一餐饭吃了多少呢？吃了20多碗。乐观法师制止这些人，你们可不要害活佛，你们这样做不可以啊！啊，不要自己以为嘻嘻哈哈的说，啊，活佛接受你供养，你有福了，你不能把它吃坏了，啊，着急啊！活佛告诉他，告诉乐观法师，说了一句。不增不减。乐观法师一听都呆了，不增不减，真的若无其事。2天3天不吃饭没关系，
一餐吃个几十碗也没关系。神通变化时，这些都是教学，都是启发初学人的信心。知道佛法不可思议，做出来给你看。所以这个有无量位，彼土是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甘露为师，甘露是形容天人最美的饮料，称甘露。前面我们学过。那么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那是最美的美味，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所谓百味者呢，只是顺此方习俗，此方帝王吃饭的才100道菜。这叫百味人士啊。十无是者，因彼土众生莲花化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本无饥渴之苦故无是者，但为易落而是也。这就是真的事实真相。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它不是血肉之身呐。我们这世界这个身体需要饮食来营养它。这是个机器，它需要能量，能量从哪来？从饮食里头去摄取。来滋养这个身体啊！极乐世界不是血肉之躯莲花化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这个前面都学过。身的相好庄严，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他不需要这个饮食摄取养分，不需要。在我们这个世界，初禅以上不需要饮食了。他们的寿命长啊，太长了。他用什么来养身体？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他们是禅悦为食。让我们想到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欢喜他们的能量从哪里来？能量是从自信里头，自信本具的等等。自信能生万法，一切法的能量都是来自自信。
我们也不例外呀。可是我们还是个间接的，不是直接的。直接的人不多，有修行功夫的人直接的。一般普通人是间接的。间接从哪里？从太阳来。你看看，这个地球上，树木花草、五谷杂粮，都要摄取太阳的能量。我们人也不例外呀。太阳给我们充电了。太阳的能量从哪里来呢？从自信当中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直接摄取自信的能量。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们都有这个本事啊。不需要人间烟火之事啊，不要这个时候。又何况他们的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本无即可，这个即可的现象没有。他们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哪里要这些东西呢？所以这些饮食现前完全是习气。往生到极乐世界时间还很短。有时候偶尔想起来，没吃饭了，没吃东西了。偶尔想起来，只要你一动念，这个饮食就摆在你面前。不想要呢，不想要就没有了。我们看这底下的注解。就但以一乐二食，见色闻香以意为食，不是真的吃了。见色闻香他就满足了，不需要了。由此妙事，具正上用，能正色力而无边慧。这个人在现前，他也摄取能量，也起一点作用。复行彼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悉皆超世悉有。实在讲，这一句话重要。行事处西方极乐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这个设法界、人间、天上所没有的。你到极乐世界都能看到了。又设者身心柔软。于此妙味也无贪著，不会让你起贪心。我们这个世界饮食会让你起贪心，这就是起贪心引起烦恼。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一切法都不会引发你的贪嗔痴，只帮助你提升你的戒定慧，绝不会有副作用。
本经菩萨修持品云：予所受用啊，皆无摄取。你看，一切受用啊，无有摄取，什么意思呢？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为什么不需要有这种心念行为啊？你有这个念头，它就现前；没有念头，它就消失了。这个多自在呀！啊，跟我们这个的世间不一样啊！啊，有时候遇到心里欢喜的，啊，失去了之后再得不到了。极乐世界不如是，你想他就来了，不想他他就去了。啊，又云：舍离一切执着，故无所为主。啊，对于饮食，决定没有执着，决定没有贪念，摄已吃完了。便自然化去，没有了。啊，也不需要收拾，也不需要洗碗碟。啊，于是时呢，随意佛性，这个于是就是习气。啊，你什么时候想到，它就有现前；你不想的时候，它就没有了。一切自在无碍。又此经文，正显往生论中庄严受用功德成就。啊，这29种成就，啊，功德成就，我们在前面都学过。寄云：爱要佛法位，禅三昧为师。这句话讲的是真的啦。西方世界的人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不喝水？他为什么不急不饿？他是文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堂里面讲经说法，没有中断的，因为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没有晚上，它一片光明，它不需要日月。啊，佛身放光，每个人身都放光，啊，花草树木放光，宫殿放光。大地放光，没有不曝光，光明世界。无量的庄严。啊，你看诸佛称赞阿弥陀，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讲经说法教学没中断，你听经闻法也不中断，他成就快呀！啊，所以你不可能懈怠呀，你不可能中断呐。我们这个地方再用功的人，啊，晚上睡2个小时、4个小时，睡2个小时中断2个小时。睡4个小时，中断4个小时。啊，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你到达那一天，到你究竟圆满成佛，你的学习不中断，而且是福慧双修。啊，清净
诸佛如来，清净诸大菩萨佛宝啊！听闻讲经说法，增长智慧呀！所以到极乐世界，福慧双修啊！我们看底下论注啊，往生论坛然法师的注解：是故心大悲愿，心是心起啊，这是假阿弥陀佛，心大悲愿，愿我国土啊，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以佛法，以禅定，以三昧为师，这他不需要这个世间的饮食啊，永绝踏实之劳，其他饮食要人工啊，要有人去做啊，极乐世界没有啊，他以闻法，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以禅悦啊，三昧跟禅定，禅悦就通通代表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别人来设计啊，别人来烹调，没有这种事情。爱要佛法位者，如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六十孝经，十会听者一坐一处，六十小戒未如是情，无有一人。若身若心，二身谢绝。时间不是真的，是假的。时间的长短是你分别执着造成的。你如果分别执着放下了，时间就没有了。这个现象现在科学家知道他也给我们说时间是假的，不但时间是假的，空间也是假的学大乘的同学们，很多人都学过佛法名门论，天清菩萨造的弥勒菩萨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660类660类，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天清菩萨认为660法太多了，对于初学的人呢不方便把它浓缩归纳成为100法叫百法100法好记好学这100法里头又分为5大类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又分这5种那么时间跟空间都列在不相应行法这个项目里头
不相应刑法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抽象概念，没有事实。所以它不是事实，它只是抽象概念而已。你看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多长时间？60小劫。一个小节是多长的时间？佛在经上有很多种说法，最普通的说法就是增减。佛说人的寿命最短的时候10岁，就是讲平均年龄，10岁是最短的，每100年呢加1岁，加到84000岁。84000岁是人寿命最长的，这平均寿命。从84000岁每一年减1岁，又减到10岁，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60小节。这样一增一减60次。佛告诉我们，20个小劫是一个终劫，4个终劫是一个大劫。一个大劫，就是这个心系沉诸坏空，这么长的时间。当时听经的人，大家都坐在一起。60小劫就像什么？如实情，就像吃一顿饭的事情。他们的感受怎么这么快？那饭还没吃完，怎么60小劫过去了？爱要乏味也。人在欢喜的时候，就显得时间怎么这么短；人在痛苦的时候，就感觉到时间怎么这么长。痛苦的时候，度日如年呢。可见的时间长短不是个定法。无有一个人。若心若身若行而生谢倦，你就晓得这文法是多么欢喜。没有一个人感觉到身疲倦、心懈怠，没有。这是法喜。法喜是能量。法喜的能量是直接从自信里头来的，摄取自信的能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听经法喜充满了，读诵法喜充满，特别是这部经。那么你读这部经。听这部经，换一句话说，等于说你摄受极乐世界的能量。养自己的身心。不需要用外面的这个饮食啊。不需要啊。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很少。
有人很多年不需要吃饭，只喝水。从水里面摄受能量，当然一定还从其他地方摄取。否则的话，人的身体谢倦不能支持那么久。他一定有他的方法摄取能量，来养自己的身心。以禅定为实者，以诸大菩萨常在三昧，无他摄也。这个是四禅天人以上。他们五欲断掉了，财色名食睡通通断掉了。常在定中，定中的境界快乐，所以叫禅悦为师。法喜充满了。三昧者，这假设三昧，别诸天人若须事事，百味佳肴罗列在前，眼见色，鼻闻香，身受食欲，自然饱满。他有没有吃？没有。他看到了，闻到了，非常欢喜。那个能量摄取它就够了，不需要再吃了。自然饱足。这些事情我们在习俗当中共归神，很明显的能体验到。共归神，饭食为度，供饭就可以了。同样是这一锅煮出了饭，你盛一碗饭，这碗饭供过归神的，再盛一碗饭，同时盛出来，那一碗没有供养过鬼神。你把它放一天，放到第二天，供过鬼神的饭呢，味道很难闻，馊了，坏了，没有供到的鬼神的那个饭呢，还挺新鲜，还很好吃。什么原因？鬼神见到了，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他吸收过去了。这个现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供佛菩萨的也有这个现象，比鬼神的好。实际上佛菩萨有没有吃的？没有。谁去享受呢？大概是一些护法神。佛菩萨不需要啊，但是护法神他需要。
食其以化去，吃完之后就没有了。若需复现，如果你再需要的时候，它又显现了。其事在经，这个事情记载在经典里头啊。是故言爱要佛法位也，禅三昧为是。这讲的是自在啊。我们读的这个经本，知道这桩事情，回头想想我们的饮食多麻烦，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不是去不了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只要你遵守经典上讲的方法去修学，古来许许多多人给我们做了榜样，一般不超过3年。你就能取得极乐世界。一般人修学净土不能成就，来生还继续搞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对六道放不下，以为六道还不错，对六道还贪念，那你就一点办法没有了，你出不去了，如果真的你要认为经上讲的事情全是事实，字字句句都是真话，佛不会说假话的，你肯定，你真信，真正想去，你决定能成功。我寿命还有，可以不要了。我提早去，这样的人很多，我们不是第一个，有利可远了，寿命不要了，欢欢喜喜到极乐世界，我们念头真正决心下定，这个世界舍干净了，阿弥陀佛就现前了，他就来接引。下面一段想一自在，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一般人所担心的饮食、衣服、居住的环境，人生在世没有一个不想到这三桩大事怎么比都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切都现成的，是我们的老家，弥陀是我们的慈父，天天在召唤，希望我们回家。我们在六道是流浪非常辛苦我们看注解，这好懂，又名一时受用自在，
啊，衣是衣服，啊，饰是装饰，指这些璎珞等等，啊，冠帽子，带是衣带，啊，璎珞印度贵人男女，边玉以悬于身为饰，名璎珞。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啊，都不难懂。如是亦是，皆以众宝合成，故曰众宝妙意等等。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跟我们世间宝不一样，我们这个世间的宝。一般呢，这个质量都很坚硬，啊，像金银、琉璃、玛瑙，啊，都很坚硬。而西方这些宝呢，它柔软，啊，可以做布料、做衣料，啊，黄金。可以做一个非常柔软，像丝织品一样。啊，白银、水晶都那么柔软。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啊，所以说是他们的衣服众宝合成啊，称之为众宝妙衣，既是众宝所成，光色就微妙啊，如观经所说，夜夜宝中啊有500色光。是故无量光明啊，身放光，身上穿的衣帽啊，戴的这些装饰都放光啊，是故无量光明，又云夜夜光明啊。84000色，是故百千妙色。啊，所云百千呢，盖极言其多也。宝光妙色，实在是无穷无尽啊！又色中啊，复放光明。如观经云，你看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玻璃，佛经上讲的玻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晶。啊，古时候没有玻璃，玻璃是人工造出来的。啊，琉璃，我们中国人讲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西方世界的大地，我们这个大地是泥沙，他们的大地是琉璃，啊，所以地也是绿色的，非常之美，透明的。从上面可以看到底下，啊，宝中出光啊，故知光色重重无尽，
如是亦是具足庄严，自然在身。我们中国人讲心灵佛就知了，佛报如是啊，非因造作，没有造作，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制作，啊，一想自然就在身上。随心所欲啊，可是这一句话我们要听明白，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同居土里面有习气，同居土有九品，习气最重的肯定是下辈啊，下辈上生，下辈中生，下辈下生，这习气重，中辈习气可能就没有了，啊，上辈那就不必说了，没有这个习气，啊，又何况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你就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那这些意着是自然的，并没有想象，也没有想象什么颜色，也没有想象什么质量，自然在身。那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中国人谚语所说的心灵佛就到了，这福报自然现前，没有任何作为。同时这里头还有个因，弥陀本愿威神的成就啊，再次加上自己的福慧，完全是自然现象啊，没有想到啊，啊，也不必去想啊，意义自在啊。再看幕后这一段，居住自在，所居舍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春，唐虞房郭，广厦泛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一段说明居住的住所受用具足啊，舍者是所居的房屋啊，所言所舍住者啊，称其形色者会所言啊，这会所里的说，形呢是讲大小，色呢是讲青黄灯色啊，盖指房屋的形体与彩色相调和，
或是色界的结构、大小、颜色等等，介于住居者的形色相称，故形状称身如意，色彩呀、悦目赏心，极其形容其美好。西方世界，并不单调啊！真正是我们世间人称之美轮美奂啊，美到什么样的程度，无法形容，又没有人设计，又没有人制造。为什么会那么美？如果我们思维它的根源，实在讲呢，同学们心里头都有数，一头本愿威神的成就，自己所修福德的对称啊，自己在里头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一切受用，正报依报，无不是自然。而自然成就的，自己一定非常觉得舒适、快乐。啊，与你自己的所修学的确实它对称。啊，比如说你修行到哪一个阶位的菩萨？所现出来的境界一定跟你相等。华严经上，菩萨51个阶级，在西方极乐世界，啊，都能够证得。决定成就圆满，圆满是妙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十法界，啊，同居土是人天六道啊。我们这边有六道，它只有两道，只有人天。啊，恶鬼畜生地狱没有。修罗罗刹也没有，啊，只有人天两道啊！啊，方便土里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我们四圣法界，都是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所以都称之为阿惟越之菩萨。真正阿惟越之菩萨是十报庄严土，那是真的。
那不是佛加持的。啊，41位法身大士，《华严经》上的，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他们在那边修行呢。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修行功夫没有间断的。啊，无量的法喜。啊，快速的圆满成就。现在我们看注解，又名住所。啊，这边的前面这些经文，啊，说明菩萨们的住所，受用具足啊。摄者所居之物啊，所摄住者，称其形色者啊，会所里面讲大小、青黄等色，这个里面含的有深意。西方世界，一切受用啊，无不是自然的，无不是性德流露的，弥陀的愿力啊，愿力引发自信的心得啊，帮助我们得到如此殊胜的作用啊，样样称心呐、啊。宝王由宝珠连缀而成之罗网，罗网多半覆盖在宫殿的上面。啊，在宝树的上面，以为装饰啊！啊，衣服边盖，啊，悬是挂着的，宝铃，珍宝所成之风铃，随风能发微妙音声。在前面我们读过，音声说法。演说妙法，奇真啊，奇妙真意，奇特美妙珍贵，稀也稀奇啊，这是赞宝林中珠宝之殊胜啊，周边遍及无余。在极乐世界，处处你都看见了。啊，交饰者会所说相交装饰。啊，相互交织在一起。啊，装饰就是啊，跟现在讲的这个装饰意思相同，黄药。黄者光辉啊，药是照耀，如上所云，光中有色，色中有光，互相应是故曰，光色黄药也。严厉，严是庄严啊，厉是美好。都是
赞叹居住环境的美好。啊，堂于，堂是殿，古云堂，汉代以后成殿，所以殿堂两个字常常连起来在一起。啊，于是物也，啊，物的边，我们中国人叫物也。房，这是住址，又堂中之正堂啊，堂之中啊为正室，左右曰房，这是中国古老的建筑。啊，阁是楼阁，阁就是楼。啊，广狭。宽则方圆呢，方形与圆形。啊，宽则方圆，方形与圆形。又凡以直线连缀者，皆设于方。弧线形成者呢，那都称之为圆。啊，例如扇形。啊，扇形是间有方有圆。啊，扇的弧是圆形。啊，但是扇有个直角，啊，那是方。啊，设于方。大小高下，或在虚空，或在平地，夜夜随人心意，随念显现。如无疑曰：所居七宝舍者，中犹在虚空者，犹在地者，中有余令舍者最高者，舍者极高；中有余令舍者最大者，舍者极大。中有余令舍者在虚空者，舍者皆在虚空，皆自然随意也，在所作为。故知彼土舍者之形状、颜色、大小，以及深空在地，夜夜皆如人意，应念而现。这些经文，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无有一法不是信德的成就啊，所以经里面有很多谕令，我想怎么样？西方极乐世界人还犹豫吗？啊，还会去想吗？我想怎样怎样，那就变成凡夫了。啊，那个世界人，从凡圣同居土已经远离分别执着，应该是没有想了。没有想，为什么有人喜欢住大房子，有人住喜欢住小房子？那是什么呢？还是在他方世界的习气？啊，确实有人喜欢住大房，有人喜欢住小茅棚。啊，尤其是长时期的习惯，阿赖耶识里头，习气种子很深呐。
这些介绍多半都是讲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的决定不是这样的。那你要去看他们方便土，看十报庄严土，那没有法子形容。真的是大经里头常说，为正方知。你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谁见到了？凡圣同居土的人，他见到方便土，他见到十宝土。虽然四土在一起，常寂光土是离体，知道没有分别，没执着，同居方便十报土，虽然在一起，不一样。那么我们晓得极乐世界叫平等世界，每个人身都一样，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最难的是身啊，相貌相同啊，跟佛一样啊，生活环境怎么会不一样？十宝土的习气没断，就像前面饮食一样。突然想到，它就现前。居住环境也不例外，习气所现的。说明极乐世界的神通自在。极乐世界神变不可思议，我们要从这个上面去理解。在极乐世界真正用功的人，真正想早一天成佛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不立讲堂。弥陀的讲堂说法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是像我们这一堂课一堂课当中还有休息，他没有他们不需要饮食，他也不需要休息，他们有疲劳，不没有疲倦，他也不累，永远精神饱满，而且同时在讲堂听老师阿弥陀佛讲经教学，还可以同时分身到十方世界去参访诸佛如来，供佛闻法，分身去的呀，自己的身还在阿弥陀佛面前。没离开呀！分身能起作用，不是说分身不起作用，分身跟本身起同样的作用。修无量福、无量慧呀！所以他的成就非常快速至于这些衣食住行是给十法界众生看的、表演的，
啊，给他看些是什么？让他生羡慕的心。啊，让他兴起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正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表演没有一桩不是诸佛如来代替弥陀招生，这招生广告里头一个项目啊。啊，就像《法华经》里面三车的比喻一样。啊，喜欢小车的洋车，啊，羊拉的小车。那喜欢鹿车的，哎，就给你实现鹿车。啊，离开火车之后，谁知道全是大白牛车。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啊，鹿车、羊车是佛用的一种手段来引诱你，你所得到的出乎你意料之外呀！啊，西方世界实际上状况能说得出说不出啊，真正是不可思议。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又唐一曰：“于众生前，自然出现，人皆自为过住过除其功。啊，如是无量众生，则有无量功德，互如互融，彼此无碍，正行四时无碍之法界，这是真妙不可言。”这一段不能不做解释啊！不做解释，我们看了会迷惑。那现在时间到了，这个底下这一段呢，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